呢個江西少林寺嘅唐龍派，江西竹林寺啊，唐派成，江西竹林寺嘅唐龍派。有請阿何偉華師傅表演，都係整江西竹林寺嘅唐龍派，所持咧就係手咁解啊，睇下啲手嘅，手法都勁啊，係唐派嘅表演。最後一位嘉賓是劉天來師傅準備表演雙裝，請劉天來師傅，大家做好佢啊，請佢啊。不過同門啊，都係屬於江西竹林寺嘅唐派嘅，咁啊，請細心將佢兩個拳手啊。好，多謝各位能夠咁細